竟然是一整座玄铁打造的铸造炉！没见过吧？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从武魂殿手里弄来的，说不定我们铁匠以后的地位能靠它翻身呢。不过在拆除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弄坏了点零件，制造出这东西的，哎，绝对是个天才呀！哎，海棠，你看傻了？怎么不吭声啊？ 这些图纸上的东西，竟与诸葛神农有极高的相似度，难道？不愧是天下第一的神将，老高前辈，这叫诸葛神农。您说的那个天才制造者，恐怕就是在下。你小子哪儿来的？说什么呢？ 罗高前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小子，你躲什么呀？过来！哎，告诉我怎么能让他恢复原样？还有，你是怎么研究出他的？ 这架诸葛神弩是我当初卖给七宝琉璃宗的，看来当初武魂殿突袭七宝琉璃宗，顺便劫掠了不少诸葛神弩。我在诸葛神弩内专门做了防拆卸装置，一旦有人拆动，就会触动里面的机簧，令内部最关键的部位损坏，以防外人模仿。我刚看了您的图纸。 虽然已经很接近正确设计，但没有这最关键的部位，只能是个空壳子。哦，那如何才能修好它？前辈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，我不能帮您。什么？臭小子，你是泰坦的徒子徒孙吧？老夫可是铁匠协会的会长。前辈。 您是神将，我要是再您面前把诸葛神弩恢复了，那其中的秘密，您不就都看到了吗？这可是属于我们唐门的秘密。唐门是什么？小子，你很嚣张啊！哎，泰坦，你也不管管？哎，我也没办法，这位可不是我的徒子徒孙，而是我们宗门的宗主，我已经加入唐门了。哦。 泰坦，你立志一族的族长，就算做不下去了，也可以回铁匠协会啊！哎呀，老哥哥，其实换了你是我，也一定会加入唐门的。这诸葛神弩虽然不错，但在我们唐门中，还只是普通的暗器而已。对了，这种武器被我们统称为暗器。 非本门核心弟子，我们是不会透露秘密的。这好办呐，那我也加入唐门算了，以我的铸造手艺，成为核心弟子没问题吧？子龙，滚过来！老师。 从现在开始，您就是铁匠协会的会长了。啊！啊！老师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？我的那些作品就都留给你们师兄弟了。以后我不在铁匠协会，你们要齐心协力。要是有处理不了的事，就派人去荔枝一族找泰坦。
这恐怕是史上最简单的交接仪式了。嗯，啊，老高，你不是当真的吧？哼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老子非要加入这趟门不可！小子，你敢收不敢收？敢，当然敢。前辈愿意加入唐门，今后就和泰坦前辈一样，都是唐门长老身份。那我是不是能知道这诸葛神弩的制造方法了？啊，放心，我不外传。在唐门的时候，我不泄露。难道等我学会了，我还不能退出唐门吗？诸葛神弩怎么能配得上前辈？只有本门最顶尖的暗器交给您来制作，才符合前辈的身份。还有顶尖暗器？一旦制作成功，您就是开创了先河，这些绝世暗器上都将铭刻着您的名字。绝世暗器呀！前辈，您先研究这张图纸吧。好啊！四龙，那其他事儿都交给你了。是，老师。前辈，那我们先去买东西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宗主能得楼高，简直是如虎添翼。楼高前辈虽然狡猾了些，但却极有可能成为唐门的一大助力。暴雨梨花针、孔雀翎和佛怒唐莲都有希望重现了。我先请各位吃顿午饭，再挑选金属如何？还是你懂事，我这里有份单子，辛苦你帮我采购了。泰坦副会长，没弄错吧？铁金十吨，纯银五吨，钨钢五吨，我还从未听说过谁买这些贵重金属是论吨的。别忘了给我们打折就好。